息了，看了吗？人家都倒地，他在那老踢，他明白这个，干扰呢。这场比赛在中场方面是裴帅加上赵旭日两个人来梳理，所以一定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失误，因为恒大是非常善于就地打反击的球队。对，只要他背身拿球，你就敢伸脚。嗯，好球，看了吗？这球好的，陈俊元。哦，拿球出来，能转过去才好了，这球。走到中路，球传的不错，好的，头球后侧，这次有机会，直接打门，哇，这一次整体的快速反击，行云流水，对，立足不稳，立足都不对，是，但是尽管如此，真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这是有威胁的，这个头球后蹭这一下，对，因为我们刚才还在担心说没有看到后面有队友，对，但实际上已经提前有所注意了。这是一次非常高质量的反击。这种球啊，他立足啊，站到这个他打的那个门柱里啊，偏出来了。嗯，他实际他这个立足直撑脚啊，他应该冲着那个后面那个门柱。是。这球他就保住了，因为球有水啊。嗯。你再打正脚背的时候，他就滋了。对，是。哎，你要打内侧吧，又歪出去了。这球啊，关键就是在这个直撑脚。那个点你立足了，摆腿就上了。是。他要是罗圈腿呢，就能打点外脚背就好了。张廷威他不是罗圈。好，这个比的好，哎，完事儿就上回等着你一下。坏了，那根柱这大个。交到边路。看了吗？球全是这个。上边路一对一。哎呦，得放他。哎呦，这球吓人！对，今天咱们在赛前分析的时候说过，今天吴伟的位置很重要，而且他的出镜率也一定会很高。他呀，只要年轻气盛，别有负担，别有保护，他可以今天都发挥。他有身高又有速度，一个小年轻，这队员不错。接外球，健康中国梦，欢迎您关注全建筑的比赛。目前为止，两个球队的比分还是战成0-0。哎呀，这球挺好，贴上他，那这反传给的，准备打一二过一的配合，好球，将球断下。看全建队转过身来，能不能形成速度上的反击？快带上边上给，上前插，把人带走。哦，这一下速度降下来了。对呀，谁也不行，这一回来全完了。你这一回来还叫人墙上容易打反击，因为这是水球，它滑，所以到对方门前，你看到就很危险了。这一下肋部的空间啊，好在对方在停球的时候脚下不稳。出现了一些失误，瓦拉特又来了，再转过来，对，这是最好了，抢第二下机会就来了，上边上给，别穿小的，他那头子那等着多好，咱上起来三个掰的，他一顶回来，掰的都给围上了，就来机会。交给门将张路这边，他做小，张路哎。这球没起来，没踢起来。帕里斯卡，哎，天，直接形成传中球，张路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很危险了。很危险，结果被保利尼奥打进。啊，帕里斯卡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张路出击，但是这个球没有击远，又打到恒大队队员的身上。所以说一看呢，他就被后边捣鼓，一看就完了。看了吗？今儿抢上来就进球，这是咱自己造成的。队员呢，没有这种啊，这个踢这种球的这个战术意识跟战术思想。这里头还有，教练的一开始拿这个有点水的球，哪还有上回捣鼓的？哦，这是张路在出击的时候，这个球打到自己队友的身上。
没办法，还真不是打到恒大队球员的身上，打到队友的身上弹下来，刚好是给无人盯防的保利尼奥一个打空门的机会，赖咱自己队员。嗯，还没告诉你到对方门口热闹去，你得自己门口呢下倒鼓骂。这样的话呢，保利尼奥这是在第七场比赛里面所打进的第六球了。到目前为止，保利尼奥七场比赛六球外加两次助攻。回归到中超之后，他依然是恒大队绝对的核心。这球咱自己上，这教练也没办法，哎呀，哎小瓜，你这样上前干叫什么的？拿球还就因为有一个就是我要控球呢，那控球先得劲儿没有用了已经。谁也上不去。咱这儿刚有一个好的射门机会，是吧？但是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后面对于全队来说还是会有机会的。耐下心来，又是后插上，你看走内部的空间，他也接手了，这种球不好接。因为嘛呢，球重啊，它在空中它有个加速度。是。你像抡铅球赛的，那玩意一抡起来，谁敢弄？不好拿那个。而且刚才这个球给的脚法使用的是推，对，推了一脚，这个球让前锋根本没办法去停。像这种天儿，他穿不了落叶球。啊，这一脚倒头了都要贴上他。这两步得舍得出去，追他一穿就不一样了，这前就拼命追。塔利斯卡他的位置拉回来，基本上在中路，塔利斯卡、保利尼奥再加上黄博文，这三个人是对他们经常会换位，除了黄博文的位置不动以外，塔利斯卡跟保利尼奥两人，一个人回撤，一个人前插。对，这都是他们现在的战术。嗯。哎，刚才那是赖咱自己。杨立瑜，这球传丢了。也是一样的，凡是捣鼓横捣鼓这个比赛那个失球，谁得横捣鼓谁倒霉。找塔利斯卡闪腿啊，对，没有犯规，好的，交出来，右路这边郑达伦拿球，顺边走，完事儿就高球上准边的，达伦利用速度来了，突掉第一点，直接选择这个球，感觉像是要打门了，这脚法来看应该还是一脚传球，他今天那没有问题，就刚才那个那是谁得那回传球，在30个公尺那一块，咱们拿球还会传球，不遭倒霉吗？这都是嘛呢？还不行。哦，这一下，裁判的哨声已经响了。说嘛呢？假装的，你犯规了，你还不知道。你看这都犯规了，实际这天来个定位球是最好的，别再有力无力了，走伸腿，对，这多带劲，这谁啊？赵石知道了，他打不打？在直接完球的时候，全金队整体的阵型还是提的比较靠上。要把这个球交到另外一侧，黄博文，张林鹏，
球过渡到左路。还是张琳芃。刚才上的这个对做不对，你得把内线堵住，你叫他上外给。杨立瑜传中球。吓人。这段时间恒大队牢牢地控制球权，球传进来，好球，看了吗？看了，那你都知道，就倒地，嗯，清楚。所以怎么办呢？提前呢，再远点你变向，他倒地也没有用，这就是。提前本来是这个小个对付大个，一般都是一米半那阵做动作，可是这天呢不是得两米，嗯，做动作给你变向，是你转什么，没有小个启动快，等你刚要转我这不就回来了，草地段没有机会，是不是？对，就是这是咱自己出了个篓子，还来这手，这谁呀、啊？这样，刚才那是谁呀、啊？你要真冲的，你怎么踢？边路利用速度直接抽出，对呀、啊，他不好转身踢，他踢不了，看了吧？上接着抢，你说他怎么踢？刚才这对，两人之间的配合打到右边，这一侧比较空，张琳芃45度直接起，这一下顶得够悬的，这是往里去顶，而且球还有一个抛物线，这种水球很少用脚弓传球，真没有球。外国人行，这个作用啊，脚尖啊，或者是这个正脚背，脚内侧打得上劲儿。他们这个外国人行，人家那个内手肌力量大，韧带也厚。控球率63%，对上37%。45度不让他起球，这才捣鼓。但是人家领先，法利斯卡，这球没有办法传给队友，恒大队传球出现了失误，球门球。哟，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前方的湿度也挺大的，是，嗯，衣服都已经贴上了，干净还凉。咱这球呢？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广州那座城市来说，下一两场雨不会缓解这种湿气的。他那没问题，我在那儿待五年。对，才这样说，你压人呢？看来得叫海寿。赵旭日此役也是面对旧主，对面那边一看都是老熟人，是你老给被子身来拿球的呢，这个首先就不对，看看人家反传多强，人家那个给的那个同伴拿的特别熟，是还有走到中路，这边停球，比赛继续进行。但是刚才要注意恒大这脚传球跟高拉特选择前插的这个时机，这个点把握的非常精准啊。再来看一下，转过身来看高拉特的位置啊，要球正好是从我们三中卫体系里边的内部空间插进来。刚才那回传球好像是6号，
么好飞，关键行，不懂得完事儿就溜达，你再咬牙跑一下，叫你得上次干嘛的？外围打远射，这脚射门也是很有威胁，不好逮呀、啊，他因为嘛，他是反弹球，嗯，守门员呢这种水球就怕反弹球。杨立瑜在外围突施冷箭啊，这脚球打的质量真是高。嗯、好的，天津队还有球权，重新控下来，张成。那个上啊，对啊，中路这边赵旭日看到了另外一侧，出他走里线走上门里过，转身打门，刘伟再做配合，哎，这配不进去，你转身打门啊，你打这比赛认塔利斯卡，哎呦，这脚长传球真的很准啊，要贴住不要让对方转过来，看了吧，好球！对，第一下第一时间的断很重要。对，刚才塔利斯卡拉到了右边，左脚这脚长传球真的是很准啊！而且力量一半拉得粗，不是他这个球之前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传球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随着跑随着就传了。那球大个儿，那随意一扔起来那是多大的力！越位，健康中国梦，欢迎您关注全舰队的比赛。现在呢，来到了上半时27分钟，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0，广州恒大暂时领先。射门之比，双方是4-1。射正之比呢？恒大这边只有一次射正就取得了进球，刚才其实在下方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恒大这边犯规有7次，全舰这边只有1次，是啊，我看了一下所有中超16支球队的整体的数据，会发现全舰队是被侵犯正数第一位的，也就是所有的球队在备战对全舰队比赛的时候都不惜用犯规来延缓你反击的速度。哎，这球没有踢远，拿球转身领过来，这又是一次犯规啊，因为上个赛季大家都知道全舰队反击的速度，它的杀伤力，是，所以这个赛季我们想把速度提起来难度非常大，对方也是不惜领到一些牌儿，一定要控制全舰队的速度。放倒苏元杰，哦，苏元杰还是左侧的这个伤情啊，还是哥，依然没有痊愈，对，肩膀的位置。肩膀的，那玩不好看。这家伙脚底下又黑又粉，还有远射。所以现在的全舰队真的是极为困难，很多队员也是带着伤病去到比赛场上，甚至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米浩伦这边也一定会这个咬牙坚持继续打比赛。我们都知道这个韧带撕裂的伤啊，这真的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好的伤。那个那好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打那个